推动阅读有成，苗栗县三湾乡立图书馆除了定期哦会添购新书还有期刊之外呢，也会盘点过期的杂志。那么即日起，只要民众借阅一本书籍，就会送一本二手杂志。三湾乡立图书馆空间馆藏有限，每年添购新书期刊的同时，也会盘点过期杂志书籍，让好书继续漂流，发挥更大价值。这次也特别把近两年的过期杂志整理出来，限量赠送。报废的期刊我们都是很好的资源，我们不想让它再就是丢掉或者回收，非常可惜，所以我们透过借书的活动，让读者可以借一本带一本回家。那现在目前有30种，然后有822本，那都欢迎读者一起来借书，然后换好杂志回家。二手杂志赠送类别丰富多元，包括亲子、汽车、商业投资与居家生活、旅游、英语等，只要读者借阅任何一本馆藏，就送一本杂志。红标区部分则限换5本。像比较热门的小牛顿啊、美语 ABC、大家说英语等等，因为都附有光碟，所以如果这一方面这几种的杂志呢，我们是限每人5本。其他都不限，只要借书就送。图书馆每2年做一次报废，所以如果你这一次错过了，就要再等2年后才能来图书馆拿杂志哦。尽管时效已过，丰富内容还是值得阅读。目前这些杂志就陈列在馆内1楼。228连续假期期间，图书馆不打烊，大家可要把握机会挑选。